第十七天，哺乳类，长颈鹿，山羊，大猩猩，天竺鼠，仓鼠，刺猬，河马，马，袋鼠，树袋熊，狐猴，豹，狮子，猴子，老鼠，水獭，大熊猫，坚果及谷物，杏仁，大麦，腰果，栗子，玉米，花生，开心果，米，核桃，小麦，其他植物如盘锦、仙人掌、香柏木，蕨类植物五银桃、草、常春藤、枫树、香树、棕榈、松树，多汁植物番茄，形状圆形、椭圆形、三角形、正方形、长方形、菱形、平行四边形、梯形、五边形、六边形、八边形、立方体、圆柱体、上箭头、下箭头、左箭头、右箭头、云朵形图说文字、椭圆形图说文字、十字形、心形、心月形、心形。体育运动：跳伞、翻伞、马球、混斗溜冰、英式橄榄球、福田、射击、滑板、滑雪、斯诺克、冲浪、游泳、网球、水球、滑水、风帆冲浪、门具、夹子、剑刀、橡皮擦、荧光笔、记号笔、笔袋、剪刀、钉书机。